酱母蟹，今天安排个小吃酱母蟹吧。哇，去蟹腮，这边蟹腮，哎，这个蟹背在这儿，直接就拽下来了。然后看这个白色的就是蟹心，就是蟹心吧，它就太寒了，就是不要吃啊。然后蟹嘴，上面还有一点蟹心，哎呦，哎呀，好吃。抠个蟹盖，这个蟹尾刚刚去掉了，这一码，这一码，